好那个，没上飞机，那些行李还得等着。啊，有这样的。啊，超过24小时了，说那保险公司赔钱吧。说你这晚上房费都超保险公司说了。他一直没说话。说了一次。说了哈。什么向南出发什么的，刚才。嗯，没听见。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嗯。嗯？怎么没开开呀？